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spring block system 呢，基本上这一类的运动呢，我们就称它是一个 simple harmonic motion，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简谐运动。有时候或者我们称它是一个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简谐震荡。那我们右上角能稍微整理一下，我们已经知道说它的一个数学微分方程的一个写法，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重新写成了、这个 d 平方 x over dt 平方呢，会等于负的 omega 平方 x。 你会发觉会就是我们右上角的第二条方程式呢，我们定义了或者我们前面也推导出来说，你的 angular frequency 呢会有个根号 m 分之 k 的关系。好，所以我只是重新用这符号呢简化了写说我这简谐运动啊，它所对应到的运动方程式的一个形态。那我们也知道它的解呢可以写成是 x 等于 a 乘上 sin omega t 加 phi。 那为什么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运动呢是所谓的一个简谐运动？所以它 simple 在什么地方啊？这边 simple 讲的就是说它的振幅呢基本上不会随着时间改变，它不会随着时间呢振幅慢慢的改变，它不会变小也不会变大，它基本上怎么震荡它的振幅的大小都是一样。简单讲就是说，我的系统如果没有任何的阻尼或摩擦力以及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话呢，它基本上就会持续的振动下去，然后振幅不变。所以所谓 simple 呢是指说它的振幅是个 constant， 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那所谓的 harmonic 的意思呢，这边讲的就是说，因为它震荡所对应到的 angular frequency 永远是一个 constant， 所以它就是一个 harmonic 的一个形式在做一个震荡，它没有多频，它只有单频啊。所以说这边的 harmonic 讲的就是它以单一个频率呢在做震荡。那你会发觉这种 simple harmonic motion 哦，它有一个特性，就是所谓的 isochronism， 也就是说呢，它的周期呢永远不会跟它的振幅大小有关系，不管你的振幅大还是小，你去计算它的周期的时候永远发觉是同样一个常数哦。好，所以就是所谓的这个简谐运动，它基本上的特性啊，就是振幅是固定的，以及呢它的运动的 frequency 呢 angular frequency 呢也是同样一个 constant， 不会改变。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对弹簧指点它怎么随时间变化的一个关系式之后，我们就可以从这个 x of t 的函数呢去问一下说，在随着时间呢，那我这个指点它的速度怎么随时间改变。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这个 x 的函数对 t 做微分嘛，所以原来的 sin 呢就变成 cos 函数，然后呢因为你 sin 里面是一个 omega t， 所以 t 前面系数是个 omega， 所以你每做一次微分的时候呢就会带一个 angular frequency 跑到外面来。好，所以你的速度呢就会是 omega a 乘上一个 cos 函数。所以你把图画出来，举一个特例哦，就是位置随时间的改变，很明显说时间是零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振幅。好，所以说 x over t 的图呢，基本上对应到就是一开始呢，我的弹簧被压缩到一个极限，然后开始放手，所以它随时间的变化呢，就是这样一个 sin 函数。那很快的心算一下说，如果是这样一个起始条件，它 phi 的向角是多少？你会发觉这 phi 的向角都会等于90度二分之派，所以时间是零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极大值啊，以此类推啊。所以说，你如果现在有这个 x of t， 你知道它这个粒子呢随时间怎么变化之后，你马上可以计算就是它的速度怎么随时间改变。好，所以你做一个计算之后，你就发觉就是图上所画的红色这条线，你可以发觉就是一开始呢，当你的这个粒子有极大的压缩量的时候，这时候呢它的速度是零。或者是在某一些瞬间，当你的粒子呢跑到平衡位置的时候，会对应它的速度大小永远是极大值，但方向呢可能是朝下或者朝上啊，以此类推。所以你知道位置有速度之后呢，我们当然还关心的就是说，这个指点随着时间呢，每一个瞬间它所感受到的加速度大小是多少。所以只要再对刚刚的速度呢，再对时间做一次微分，所以你又会从原来的 cos 函数呢微分一次之后，变回一个 sin 函数。前面的系数呢又多了一个 omega， 但是 cos 微分的时候你就会多出一个负号出来，所以你加速度呢前面的系数会变成负的 omega 平方 a， 然后一样乘上同样一个 sin 函数。所以你发觉 position 跟 acceleration 就是你位置跟你的加速度呢，它都是一个 sin 函数，但是呢它的符号会刚好相反啊，一个如果是正极大的话，另外一个就对应到一个负的极大值。好，所以我一样把加速度怎么随时间变化画出来，就是图上最右下角这个绿色的线哦。所以它的形状完全就是跟上面这个蓝色 x of t 呢相反过来，当蓝色是极大值的时候呢，我的绿色的线呢就是负的一个极大值。所以刚刚讲几个概念，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特例好了，比如说我就挑的是这个 x 在0的时候，也就是说我的运动刚好回到平衡位置的时候，
当然我会期待就是速度是个极大值。那因为呢，我的加速度跟我的坐标呢是同样一个散函数的关系，所以我也会期待呢，这时候加速度是零。那很好理解，就是说，当你在平衡位置的时候，你的指点基本上没有去压缩或者把这个弹簧做一个拉伸，所以说这弹簧不会给你指点任何的力。也就是说呢，在平衡位置的时候呢，你当然期待这个加速度是零。那既然我的位置跟加速度都是一个散函数啊，那我期待的是把我的速度呢也改写成是一个散函数。所以你会发觉 cos 跟 sin 有个简单的关系，就是 sin 的 theta 加二分之派多加个90度的向角呢，会等于 cos theta。所以有这个关系之后，我就可以把原来的这个速度呢重新写一下。所以我可以把这个速度写成是 omega a 前面的系数，但是我把 cos 的 omega t 加 phi 呢写成是 sin 的 omega t 加 phi 多加个二分之派。那这关系式呢，基本上讲的就是说，我速度的向角呢，永远是领先我位置对时间的函数呢，领先二分之派，领先90度哦。啊，所以从右边的图，你如果去比较这个红色的曲线跟蓝色的曲线，比如说我说呢，从零秒开始走了二分之一个周期，所以我看前面这个部分，我速度怎么随时间改变，以及你会发觉同样的事情在 x 跟 t 的函数上，我也看到大小可能不一样。但是对于一个散函数而言呢，基本上在一个 delay 二分之派向角的时候呢，我蓝色的线一样做了同样的一个运动啊。好，所以这边呢就是稍微去提一下说，通常呢一个简谐振动而言，你会发觉说 particle 你指点移动的速度呢，它基本上会领先它的位置90度的一个向角。那有这些概念之后，马上看一个例题来熟悉一下刚刚讲的这些它的位移随着时间怎么改变，以及它的速度跟加速度的一个概念哦。所以例题里面讲的就是说有一个水平的弹簧啊，所以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他告诉你说在时间是零的时候呢，你有一个极大的伸长量是5公分，也就 0.05 公尺，在这时候做一个释放。他也告诉你说这个弹簧的弹力常数 K 呢是200 Newton per meter。然后呢问的是说你是不是可以找出来说怎么去描述说这个指点怎么随时间变化，就叫你去计算一下这个 x 等于 a 乘上 sin 的 omega t 加 phi， 到底 a 是什么， omega 大小是多少，以及起始的向角 phi 大小是多少。所以没有错，我们要去看的就是 omega 大小是多少呢。既然我知道了指点本身的质量是2公斤，然后呢弹簧的弹力常数 k 呢是200牛顿，你很快可以计算出来你的 omega angular frequency 呢就是10个 radians per second。 好，所以 omega 你已经知道了，然后你还需要知道了，比如说他告诉你说一开始呢你的弹簧是被拉长 0.05 公尺之后放手，所以很明显你的振幅 A 也就是 0.05 公尺你也知道了。好，所以要算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未知的向角嘛，所以你只要把未知的向角可以从起始条件推导出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你有个极大的伸长量，然后所以 0.05 呢会等于 A 也就 0.05 去乘上 sin 的 omega t 加 phi。 所以你很快做个计算呢会发觉说 sin 的 phi 要等于1，也就是说呢 ，phi 的角度向角，其实向角呢就是二分之派的大小，所以你完全可以用这个 x 等于 a 就是 0.05 乘上 sin 的 omega t， 那 omega 是10个 radian per second， 加上起始向角 phi 呢就是二分之派，来持续的去描述说你的指点呢它的位置怎么随时间做变化。那 b 的部分问的是说它持续在做一个运动，但是呢，如果问的是说它的位置，当这个指点的位置呢变成是二分之 a 的时候，那你弹簧它的速度大小是多少？好，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什么叫做你的位置是二分之 a 呢，其实呢你从原来你的 x 呢会等于 a 乘上 sin omega t 加 phi， 所以当你的这个位置变成一半的时候呢，其实暗示就是你后面的 sin 函数的大小就是二分之一。好，所以你马上可以回推说，当你这个位置啊是从5公分变成 2.5 公分，当你的这个 sin omega t pi 加 phi 变成二分之一的时候呢，你后面的向角大小有几种可能性。好，如果说你熟悉这三角函数，你会发觉这后面的向角呢基本上有两个可能性会给你答案是二分之一，分别呢就第一象限的30度以及第二象限的150度，也就是六分之派或者六分之五派。那这两个可能性呢会给你两个完全不同的速度，所以要注意说当我告诉你弹簧位置的时候呢，其实呢它的速度并不是唯一啊，我们等一下会讨论一下为什么。但当你了解到这一点，你知道你的 omega t prime 加上 phi 有两个可能性的时候，你直接带回去算它的速度嘛。所以说你的 cos 30度或者 cos 150度基本上答案会完全不一样，一个会对应到二分之根号3，
另外可能会对应到就是负的二分之根号三，所以你计算速度把数字带进去，你得到就是可能是正的 0.43 m/s 这速度大小，或者是负的 0.43 m/s。 那为什么弹簧止点的位置跑到是二分之 a 的时候会对应到两个速度呢？原因很简单，如果你看的是这个弹簧呢从极大的伸长量往平衡位置跑的时候，当然你会期待你看到的速度的大小就是负的 0.43， 因为它是朝着负 x 方向前进。但是如果说当你的弹簧止点已经从最远的伸长量，然后呢跨过平衡点到极大的压缩量回头的时候，然后再往这个最大伸长量跑的时候，当然你会预期到速度有另外一个可能性，那基本上呢大小一样，但是方向相反。好，所以要注意说，当你知道位置的时候呢，它的速度有可能有两个选择。那 C 问的是说，那同样一个伸长量，那你的加速度呢，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有两个可能性呢？好，在不做计算之前，你的物理训练已经告诉你说，加速度的大小不可能有两个，因为加速度怎么来的，只跟你的受力有关系。所以一旦呢，你是从平衡点往右拉的这个伸长量，你永远呢，你加速度的方向呢，就是朝着平衡点的位置。所以呢，只要告诉你位置呢，你会期待你的加速度的基本上呢，只有一个可能性啊。好，所以说你就照刚刚的想法把它带进去。那因为我知道的是这个 sin 的这个向角呢会是二分之一，所以带进去果然没有错，你得到加速度呢不会有两个可能性，那基本上会得到是负 2.5 m/s². 那这个大小呢就跟它的伸长量基本上是在平衡位置的右边这件事情呢是一致的。那我们这边就用了这个例子呢，让同学去熟悉一个简谐振荡，你怎么去连接一颗粒子呢？它的位置、速度以及加速度。